哇！好想跳下去。哇！我哋今日咧嚟到个维港半岛，系啊，十里银滩嘅最后一期，亦都系最高端嘅一期。系啦、啊，咁我哋咧系因为咩咧？因为申请同领导申请咗，因为咧我哋有个澳洲嘅朋友啦，系啦、啊，就观众系咪朋友？嗯、观众咧睇到我哋条片咧话想买别墅，系咁咧，我哋亦都同领导上面领导申请我俾佢聊天记录睇，佢就系要买半岛嘅别墅嘅，系啦、啊，咁、啊、我哋就俾个领导睇完倾偈之记录之后，申请之后，我哋直接地嚟到别墅工地入边嚟睇，咁、啊、个景啊确实系非常之靓，睇完之后咧，我哋就临时决定。都影俾大家一齊睇下。咁、嗯、我哋睇到咧，成個片區入邊咧，呢一排第一排嘅海景別墅咧，就係2000多萬，全部都係雙拼別墅。嗯，係。咁2000多萬一線海景，全部係賣曬噶啦。第二排咧，基本上係1000到1200萬左右啦。咁第二排咧，我哋睇到基本上會被前邊嗰一棟會遮住嘅、嗯，除非咗係頂樓嗰一層升會遮。我哋睇到咧，第二排全排燈係呢兩一呢呢一棟係唔會被遮嘅啫，連門口呢個地方到時係做翻綠化嘅、哦，所以呢個位置咧就係空嘅。所以其實第二排嘅價位享受到第一排嘅嗰個海景嘅景色、嗯，所以舒適感就會高好多，而且性價比就非常之高。高啊、我哋都係同我哋個客户推薦呢個單位，其實都係保留嘅咁樣嘅。所以我哋喺呢個位置睇翻出嚟嘅話，我哋睇到。下边呢个位置之后咧，都系做翻个绿化嘅，所以咧全部都系绿油油出去就系海噶，所以舒适感非常之大嘅。呢、嗯这个单位800多万就可以买到，就可以买到啦。一线嘅海景，双拼别墅大花园送咗好多嘅面积，我哋一齐上去，我真系睇下呢个单位究竟点样。睇越靓越中意，系啦。但系我就今日我哋都系冒住，讲真噶入嚟。同人嚟申請啊嘛，係啊，之後咧係嚟到我哋實體樓啦，就見到哇！到時呢個位置咧做翻啲草坪綠化俾大家嘅，因為而家工地啊嘛，咁、嗯、過幾個月就可以收到樓噶，大門都會做好，綠化都會做好嘅。係啦，咁成棟咧我哋睇到而家係一樓，上邊仲有二樓、三樓、四樓嘅。係啦，咁。上边嗰几层咧系计面积嘅、嗯，下边呢一成层包埋花园，全部系赠送嘅，系啦，劲、嗯、啊呢、這个，舒适度系非常之高嘅。我哋睇到嗰一边咧就系另一个分区噶啦，系啦。咁我哋用板缝咧系都有影嘅，系啦。咁如果大家户型一样嘅、嗯，如果大家需要体验到实摆设咗家私之后嘅景色嘅感觉系点样、嗯，可以睇翻我哋另外一条片，系。或者你玩唔到嘅话，你可以玩 WhatsApp 我哋，等我哋 send 俾个链接俾你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嗰个位置。嗯。咁我哋就直接入嚟睇下嗰单位究竟新成点咯。哇！呢个真系够大啊。嗯。哦，東哥，我發現呢度咧，真係講真㗎，呢度啦，嗯，成一排呢個空間，呢個廳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大，嗯，就係咧擺啲嘢，咁而家係俾嘢擋住㗎嘛，睇唔到話點擺啦，咁其實咧，我哋咁樣可以講咩嚟㗎 ？OK， 呢邊咧到時咧就做埋個迎客廳啦，就係話下邊地下室做埋嗰個傾偈嘅，嗯，或者係 KTV， 嗯，或者係。托球台，嗯、或者是飲嘢的地方，水吧、嗯、都 OK 嘅，冇、嗯、問題嘅。係係啦，咁我哋就介紹翻你俾大家睇下個大概咁樣感覺係點樣啦。OK， 首先呢個位置咧就係個廚房嘅位啦。係啦，到時啲廚櫃啊，包括啲所有嘅物品全部係配齊嘅，帶埋中秋交流。係啦。OK， 咁呢一邊咧就係做翻一個非常之大嘅餐廳。嗯，係。咁你其實都可以將餐廳擺喺出邊嘅。係啦，你可以最喺花園入邊架一個。棚起身，玻璃棚、星空頂嗰啲嗰一種，咁、嗯、直接呢啲玻璃都可以唔要嘅，或者換翻啲推拉嘅嗰啲玻璃會更加嘅舒適、嗯，舒適度會更加高。咁、嗯、呢邊有成一個廳嘅，吊頂都做埋好，而且冷氣機入邊嘅全部都係裝好包埋入嚟㗎啦，牆紙都有做。咁大家睇出去咧，我哋睇到個感覺係成片嘅海景，就算喺一樓嘅位置睇出去都全無遮擋嘅咁樣講，因為前面冇樓啦嘛，係啦，所以呢個景色呢、這個單位呢個户型其實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，冇錯。咁成套落嚟咧個實用面積係有400-500個方嘅，400多個方係啦，實用面積啊，係啊 ，OK， 咁、我哋就入嚟繼續睇，帶埋裝修嘅嚇，係。咁呢間房咧就睇住暗啲嘅，因為冇窗。但係呢個房可唔可以？你咁樣可唔可以 feel 到我啊？攝影師，可唔可以 feel 到我喺邊啊 ？OK 係嘛？就入嚟就唔入嚟啦。
俾你睇下地方幾大。呢、這個可以做翻個 KTV。KTV 係啦，係啊，或者係電影室，係或者係玩嗰、那個我哋上次唔係嗰個示範單位影咗個歌夫咩？係、啊、做翻個歌夫都得。OK， 係啦，係啦。咁呢邊係下落去一個廁所嘅位置，係啦、嗯，公共洗手間啦，係啦。好，咁咪你往上。到時咧係有個 lift 嘅位置留翻俾大家嘅。如果你需要裝 lift 嘅情況下啦，咁其實而家啲 lift 嘅價位都係十幾萬一台嘅啫。咁、嗯、你如果有需要裝翻一部，其實都 OK 嘅，係、嗯、啦。哇！嗱，呢個係真正嘅客廳。哇！你睇你越睇越中，越睇我自己都越冧啊！你睇呢個景。我哋都冇上過嚟嘅，因為喺樓下嘅時候直接就上嚟，直接就影啊。所以大家睇到哇，成片嘅景色，而且呢個樓底有三米四差唔多，係啊，一樓嘅都有咁高嘅，係啊。你睇下個廳啦，咁越高啦，近個景越大啦，呢度。大啊，好舒服噶，係咯。一線海景。嗯，咁我睇下個朝向先。朝向先，哦，西南。係南低少少西。係啦。OK。幾乎係正南啦，咁、嗯、呢一邊咧係有個花園嘅，花園嘅，係啦，呢度可能就出唔到海啦，可以攝影師俾個鏡頭，嗯，呢度咧就係、是、一個花園啦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到時做好嘅一個花園啦。咁咧我哋入到呢度咧，呢邊咧就係一個廳啦，廳嘅話呢度嘅話，到時咧可以擺埋張 sofa， 係啦，呢度咧就一個背景啦，可以做翻個睇下大家中意點擺。呢度呢邊咧就係一個休息區，亦都可以擺埋 sofa。咁成個廳嘅話，你可以做埋個超大嘅電視，個位置喺呢度都冇問題啦。其實或者係呢度都冇問題，睇個人噶啦。咁呢邊咧就一個洗手間啦，係啦，呢、這個洗手間係細咗啲。OK， 呢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擺嘅，可以擺我哋裝飾品呢、這個地方可以擺裝飾品啦。呢度埋個廳咯，啱先講咗，係、嗯、啦。呢邊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廚房啦。我哋睇到上邊啲冷氣機而家裝緊㗎啦，到時又做好㗎，中央空調啊。係啦。嗯。咁呢邊有個空間，你可以做翻個好似書房啊，或者係會客廳上嚟之後，咁擺翻一個自己中意想要嘅嗰一種 feel 咯。嗯。係啦。咁擺翻個茶台，專門飲茶。呢度都好大啊！傾工作嘅事。佢呢度超大嘅位置。呢個花園。嗱。呢、这個咧就係個前花園，係啦，前花園係連住連路嗰邊過去嘅，所以到時都係做翻啲綠化做好嘅。咁、嗯、你到時你想種翻啲花草草都 OK 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就直接到上邊繼續睇，係、okay。咁其實因為係佢係實地，咁又係工地啦，未做好，其實大家睇嘅時候個景個感覺係冇咁直接嘅，所以最好咧，大家都係睇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都係去睇翻我哋之前影嘅示範單位嗰個景會更加嘅，嗰、嗯、條片會更加直觀啲。係，我哋呢條片最緊要講睇翻個景啦，其他可以忽略不計。係上嚟之後咧，呢度都一個房間嚟嘅，套房入邊係洗手間，呢、嗯、邊到時都係做翻個衣櫃。係咁做完之後咧，呢邊係朝北噶嘛，係山嘅。咁呢邊都係有個露台，露台下邊有個。花園仔咁樣個露台都係，我哋睇到個高度咧係非常之高嘅、嗯，所以你去按照自己中意嘅方式做翻一啲好似星空頂啊，或者係、其他嘅設計。嗯。咁入嚟之後咧，都係一間大套房，成日啲又話最終係主人房嚟嘅。呢、這個位置咧做翻個衣帽間。係。係啦。成排過嚟咧，全部係衣帽間嘅。我哋示範單位嘅嗰個單位咧，呢、這個位置就係做翻個梳妝台嘅。嗯，係啦。啊，我想到呢度可能有東哥喺度啊，我都冇咩思路啊，講真。咁我哋睇到成個超大嘅房間，你就可以擺翻你想擺嘅各種牀、嗯，一張兩張都擺得落嘅。咁我哋睇到全面嘅落地玻璃，舒適度係非常之高嘅。但我哋就建議咧，你如果到時住入嚟嘅時候咧，將、嗯、啲玻璃全部拆曬佢，咁直接移到個露台出面出嚟。嗯，但係舒個房間嘅主人房嘅舒適度就係高好多好多、嗯。如果我住入嚟，我肯定係要咁樣做嘅。你可以封窗啦，係啦。咁到時我哋睇到上邊係空嘅，咁上邊你其實都可以封多一層上嚟嘅。咁、嗯上邊嗰一層佢就變成又有露台啦，咁呢個位置咧都有個位都有一個頂可以遮住風雨咁樣，係、嗯、啊，那個感覺就會更加係好。露台咧連到呢邊嚟嚇，咁、那個海嘅景色呢一層
就是非常之 OK 的，甚至看到那一边啦，系啦，所以那边咧系六日西的西嘅风向，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其实可以看到六日嘅。咁我如果想看日出的话，就望向呢个方向，亦都可以看到日出，只不过有新，不是咁直接啊。系啦，咁呢个系主人房的洗手间。哇，系啊，主人房的洗手间呢个你。夠大係嘛？呢一排咧，佢到時係做翻個洗手台嘅，兩人位嘅水洗手台。係啦。咁你呢邊可以做翻啲大浴缸，係啊。你直接甚至你大浴缸係直接係做喺呢個位置都 OK 嘅。係。咁喺呢邊沖涼，望住個海，其實個感覺超舒服、超爽係嘛？係啊。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，係啊。咁呢啲玻璃你都可以唔要嘅，直接搭出去喺露台上邊沖涼都 OK 嘅。正啊！因為其實前面沒有人看的嘛，前面是海嚟，私密性很高的，冇可能有個人站在個橋上邊看我哋啊，看不到啊，應該冇呢個可能啊。所以其實呢個我覺得咁樣做是不成問題的，呢個就是別墅的優勢啦，私密性就夠高，佢唔似話高層啊，上邊有人看住樓對樓啊，會不會被人看住及住啊咁啊？所以很多我哋想做的事情做不到，但喺別墅入邊你就想做乜？都可以做 ，OK， 系啦，咁我哋直接到露台上边，打到我啱先，哇，嗱，超大露台啦，系啦，咁我哋就睇翻咁大个露台，呢个露台全部系松嘅，街面积，呢个顶，呢个景真系已经无敌噶啦，我已经咩都唔可以形容我而家嘅心情，啊，真系，你睇咋，嗱，我哋睇到成片咧喺嗰边过嚟到呢一边出台。系啦，個頂咧，佢到時交樓嘅時候冇玻璃嘅嚇，就係差唔多係咁樣嘅感覺噶啦。咁你到時咧去做翻啲玻璃風起餐，係你去做翻星空頂，你亦都可以做翻你自己想要中意嘅嗰種風格。嗯，係啦。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，你做完之後咧，呢個位置就唔會話被風打、被風吹、被雨打咁樣。係啦。所以你嘅想要安排嘅事情就。更加的好。如果我在上面想燒烤啊，或者是飲茶啊，或者是開啲家庭的 party 啊，係啊，露天的感覺肯定是不一樣的。肯定。咁入邊咧仲有一間房，呢邊是洗手間。嗯。洗手間出嚟咧就係個房間啦。係啦。咁我哋啱先喺下邊個露台講翻咗，上邊可以搭翻一排過嚟，就係呢個位置啦。係啦。你直接係搭過嚟㗎，係啊。搭過嚟之後咧，就下邊嗰一層咧就會被遮住。咁呢邊出海之後咧，就有多翻一個大露台，多界面積嘅。所以咧就係你嘅實用嘅空間就要非常之大，又大好多啦。係啦，係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我哋到出邊同大家傾下呢個單位具體嘅情況啦。係，我哋睇到咧就係喺一樓到而家呢個位置咧，總共係。四層嘅，係咁呢四層咧，總共嘅建築面積係202方嘅啫。嗯，總價咧，實用面積咧就有400多方，帶埋露台以及花園呢啲。係咁呢個單位咧，目前係保留單位，亦都攞出嚟賣啦。係啦，我相信咧，其實都會好快就賣出去，因為睇到一線海景，真係無敵啊！而且前無遮擋，呢個價錢係非常之實惠嘅。係啦，因為旁邊華潤小景灣嘅都有別墅係賣緊，咁基本上都係1200萬起到2500萬呢個空間，呢個空間，我哋都有賣緊嘅。如果你有需要嘅情況下啊，咁都係半山之上嘅別墅啦，咁都係雙拼嘅啦，都係獨棟嘅。OK， 咁。這個單位這種景色正常都是要1000多萬或者甚至是2000多萬的，但這個單位現在800多萬就可以買到了，而且帶中收過幾個月就可以交到樓，咁户型就又不錯啦，個花園又大啦，個封面的性價比就非常之高，如果有興趣就揸緊時間揾到我哋。咁除了這個單位咧，其實第二排嘅基本上係賣曬㗎啦，咁你可以揀翻第四排、第五排或者後邊嘅。OK， 咁我哋喺最後邊嗰一排咧，仲有一套係特價單位，非常之平嘅。室內嘅風格同埋格局係一模一樣。係。咁個花園，我哋呢個單位花園係150方左右，後邊嗰一個嘅花園咧係有450方嘅，所以佢加花園加個套內嘅面積加埋咧就係有差唔多有800多方，咁
價位係幾多咧？450萬就可以買到啦，就而且係低埋中收嘅喎。係，但係咧超級大花園，單邊位望唔到海，係望唔到海。其實去到頂層嘅時候可以望到嘅，只不過係下邊嗰幾層望到。望山咯，睇其他景咯，其實啦，冇錯，係啦。但係佢嘅户型，佢嘅格局，都係一樣嘅，只不過係後邊嗰兩三排嘅啫。嗯，有好大嘅花園，你可以喺花園入邊種好多你中意嘅嗰啲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嗰啲花草樹啊、果啊，種粉你花草都 OK 嘅。所以就變成你個原個景色就係你自己種嘅嗰一種，你中意嘅嗰一種樹啊、嗰啲花啊嗰啲係啦。係啊，所以嗰個單位其實都值得考慮嘅。係啦。所以就呢個樓盤所有別墅加加埋埋，而家賣緊嘅就係450萬起，最高嘅去到1300幾萬咁樣。咁呢個單位性價比非常之高，如果買啲一線海景嘅，就呢個單位冇錯噶啦。如果想性價比高啲嘅，就揀翻後邊少少嘅，有600幾嘅、700幾嘅、800幾嘅，亦有細400幾嘅都可以買到噶。係啦，咁我哋今日呢一集嘅別墅，超級靚嘅別墅景喺工地一篇，我哋就。介紹完是啦如果大家對呢個別墅有興趣，對大平層亦有興趣嘅情況，都可以聯繫我哋，因為呢上邊嘅超級大平層都喺賣緊嘅，211方嘅超級大露台，係啦，超級大客廳，景色係深180度全無遮擋嘅兩面嘅海景，都係賣緊300幾萬，係啦，我哋都有影片嘅，維港半島嘅上下集就可以睇到啦，如果需要可以睇翻我哋其他集次，咁我哋喺海灣咧，其實有好多單位可以賣緊嘅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要及時聯繫我哋，通過 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 嘅方式都可以。找到我們的，或者你在評論區留言，我們都會及時聯繫你的，我們會給你給到你更加專業、客觀而且詳細的建議，是的，那包車包餐包埋酒店睇樓的話，是的，那可以聯繫我們啦，如果喜歡我們啦，就點個訂閱加個 like 啦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那我們今集呢就到這裡啦，好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